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沙拍椅2020独立站如何做好移动端优化。二 ，John Lewis 所的产品颜色为带有视觉指示的按钮。耐克又公开所有尺寸选项，并禁用不可用的尺寸。另一个好处是，通过禁用某些按钮，用户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哪些规格缺货。同样，这会保存滚动选项下拉力表。在尺寸选择方面，最好没有默认尺寸。如果有用户可能最终添加默认值，而不是他们想要的默认值，这可能会导致您获得大量退货和客户的心情大减。可以省略分享按钮 Facebook、Twitter、Pinterest、Instagram、LinkedIn、Snapchat。您的用户可能会在一个或多个社交网络中闲逛，那么你应该在产品详情页面上给他们分享按钮吗？许多电子商务网站仍然提供这些小图标，希望它能鼓励人们在网络上推广他们的商品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几乎肯定是浪费时间，没有人点击他们。根据一项研究，实际上有 0.2% 的人这样做，它也可能看起来像一段代码，但它带来了许多额外的东西，会降低你的页面速度。付费用户有影响力人士的崛起，意味着现代用户不再希望为没有任何东西的品牌进行传播，更多人愿意与朋友或家人私下分享，允许通过电子邮件或 WhatsApp 等即时消息服务分享的链接可能会更好。整合付款钱包 PayPal 等支付钱包服务正在增加，将它们视为电子商务结账流程的选项越来越常见。事实上，他们可能会杀掉标准结账，并可能完全使用信用卡和现金。Tamar Mellon 所可以在购物栏和结账时选择 PayPal 等快捷支付的功能，不过普遍独立站还是以 PayPal 支付方式为主。纯粹的易用性应该鼓励更多用户完成结账。如果他们之前没有听说过您的品牌，那么如果支付作为最后一环，选用安全可靠的付款方式，用户可能会觉得更安全，这也是提高付款成功率的一个安全保障。收货地址自动定位，国家当用户在下单购买产品的时候，需要填写收货人的地址，用户可能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去填写，甚至有些因为不明白要怎么填写而放弃下单。在下单收货地址方面，建议要能够准确定位用户的国家，甚至关联到省份或者市区，让用户可以减少输入，而是通过下拉选项进行选择。地址相关栏需要有醒目的提醒，对应的选项是填写什么信息的，方便提醒用户输入。通过前文的介绍，大家是不是有了更深度的了解呢？希望前文所述的信息可以帮助各位卖家有效地提升产品转化率。想了解更多干货，请关注 Shopify 平台公众号，文章持续更新中。 Shopify 作为国内 SaaS 模式自建站平台，全中文后台简单易操作，只需商家提供域名即可快速搭建好网站，并且 Shopify 平台将为每个商家提供一对一资深顾问建站咨询服务，从点到面解决网站搭建过程中遇到的难点。 Shopify 全新 SaaS 模式，三秒自助建站订阅号，每日推送干货文章公众号，注册和开通 Shopify 账号选择 Shopify 一键开启跨境电商独立站，点击链接免费试用。